膝盖酸痛时会对你造成什么影响？不能走太远，不能做运动。Ebene生化能护膝，添加托马林，促进血气循环，提供热量，提供膝盖支撑。我的膝盖不再酸痛了，可以常常出国旅行了。我的膝盖更有力，能恢复我的日常跑步了。Ebene生化能护膝，添加托马林，是你优选的护具专家。